大家好，我叫梦梦。下面把这个一个人的时候送给一个人的你们，以及一个人的自己。在遇见对的人之前，你要学会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因为人这一生有很多的时间都需要一个人单独的面对，所以一个人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或许你会彷徨无助，别忘了提醒自己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，没有人能够陪你一直走下去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或许你会觉得烦躁不安，别忘了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别为了自己的情绪伤害了那些重要的人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或许你会伤心难过，别忘了安慰自己，再怎么难过，明天依旧要继续走下去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或许你会寂寞无聊，别忘了抱抱自己，心暖了，那么寂寞便算不了什么了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或许你会懦弱想哭，别忘了鼓励自己，只要自己勇敢了，在这个繁华的世界总能学会坚强。一个人的时候，冷了记得多穿衣服，难过了记得安慰自己，病了记得吃药，饿了记得吃饭，下雨了记得为自己撑伞。一个人的时候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世界很大，没有人会时时刻刻地守着自己，努力照顾好自己，为了自己，更为了那些在乎自己的人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自由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精彩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快乐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欢喜与忧愁。其实回头想想，一个人也挺好的。其实一个人也挺好的啊。